上上上上，快点上上上，拍拍照拍拍照。不要，这太冷，我们再拍个汗。上好了，来，赶快。给上哟，俺汉安动员去的呀。加油！给上，给上，汉安动员去呀。再踩一次，再踩一次哦。又抓可以吗？啊！现在单眼的了。你没有站，用牙。好，来，真真。 我想找找找啥下下山？哎呀，在下不了山了。谁来？不是啊，谁来去嘛？啊，那是啥？太差了！砸砸像什么事情？还有谁来呢？好来来，电波的啊，摸金他太阳没修着的嘞。哎呀！ 有没有修走的嘞？哈沙哈沙哦！班长哎呦！一日栏杆，一日栏杆，快点！一日栏杆，叫出来讲一下。我们还不敢动。他们要玩鼓啊！要鼓啊！没有去过。你按那个。对啊。 洗不腿了啊！洗不了，屁股倒进来了，只能跟着。好，走嘞，走嘞，好，腿到手，腿到手来。上上上，记得上档口嘞。 那个气象台啊，那个，还有我，没太阳，没月亮，我们是在直升飞。
等一下，我们从那边走。那个叫什么冰水呀？那他们养的什么这养的？长期下去养。打声招呼，还录音，广播。秀兰，走得动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啊，你想背我吗？背不动哦。没机会，背不动啊。错了蛋。不是没机会，是背不动。错了蛋。嗯。你妈还记得？哎呦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两口又看到。我等一下走。王哥喊给到了，开刀。喂，你咋过去？反正我也喊过啊。突然间听到喊，那个喊，俺要录音，进走进走。好好好。突然间反正我喊什么？慢慢走，慢慢走。鸭脚是好细的。你听你们讲啊。慢慢喊了，你喊起干是慢慢走，不会。不会的。不会，咱喊了，讲了。这人脑子很棒的，很棒的路。都要了呀！啊，哎呀，哎，肚脐抬到了，挺住的，打开来，呼吸，抬的，大口的吸，大口大口吸。十年以前的事，现在早就十年都。进岗位置上。嘿呀嘿呀，我们都是习惯用撑的，不过用撑的容易手比较酸。他讲握这里应该也有他的道理，握那边是手不要不会酸的，握这边是哦，我给两楼的还会喊了，要咸要甜要有深度，放得下他那种工作是深度有几，对不对？就那你妹走到65岁，对呀、啊，那要是走到60岁，妹那种奇异果三奇异果嗨，慢慢喊，慢路，慢慢喊，慢慢喊，一步一步啊，不用快了。出汗了。家长舒服是出汗排毒的啊。哎，出汗了，流汗了。贵梅，吃饱啊？吃饱了，吃饱了，不喊的哇。大乌龙虾。吃饱有调味了。哈哈哈。吃饱有调味了。这个梯子要手牵手。哎，修啊！我那露营嘛，要跟讲吧，草上过会躺红了。哈哈哈哈。哎，喊贵梅草，贵梅好调。贵梅，唱歌哦！几点钟用的？两点钟。哎呀，来回上2点钟啊！啊，我八个以内啦，八个有买账吗？行啦，行啦。Baby， 麻烦你下。好嘞。我爱台湾。你还没冲啊？你还没冲啊？你还没冲啊？有买账的呢。他很乖，很好的嘛。他是500公尺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要去走。哦，像这样流泪啊，人家根本没。黄大师在讲人生，人生哲理的啊，要听哦，黄大师，真的，他也是社会级的老师，受益良多呢。对啊。张阿姨啊，张阿姨。来上洗澡，饭馆上洗澡。来呀呀，来。哎哎，我看哎，我算我最那个。我像你这冻僵，让人受不了嘛？哎呀，都急急叫呢。不会啦，你还慢慢喊，
薄哟。你看看啊，长得憨厚，没没了。你也没夯短，那是夯哦，两个夯夯把个布到个旁边的。俺这还平嘛，这样好夯啊，这样子，好好夯啊。要说这好夯，就俺就没个阶梯。嘿呀，阶梯不易。呀，不错不错，分多斤，给我一个吻，您可以不可以？吻在你。赶快，他们都还没来。我们把风，还有把风，大大方方给你。小江要给我呛下，走过来一下，啪！我被你发现了。水母看到还是看到了，一第一颗盖了盖盖高盖盖，乖呀盖壳啊！哦，壳里那么个球。有啊，喊啊，你这点人已经跌啦。就做那吗？哦，跌下去啊！人家切下来就得了，听我切的切下来就得了。好好喊啊，卢校长哦。不搞啥。啊，桂梅，膝盖啊哈，那个漂亮是哪里呢？该是啊，反正不多了，下去是不多了。我是下背也是。嘿，下背啊。现在只是休息而已，强免停了。反正我这样冲过去。信用行路来的对啦，哎呀，他太富得我飘啊！不要傻逼，信用，我没信用。哎，到了啦，哎，哦，真的吗？那你看，可以的，哎呦，小心。他都说可以。可以的。你要对比到去，你要去闯划龙舟了。这像什么呢？鳄鱼张嘴巴哦！啊，鳄鱼！哎哦，对对对，鳄鱼啊，鳄鱼张嘴巴哦，鳄鱼张。看到吗？好，这有一个。先买十分钟。他刚刚还有把三号、二号还过了。刚才那块是四号啊。对。哎呀！对呀，刚刚看到三颗了嘛。四号、三、三号、四号都看过了。五号，五号是哪一颗？五号要在那边呐。这里是在那边的。嘿呀，下底呀。大家还有那几米？好好好，去厕所，赶快赶快去，我们在这边等你。没有啦，就地解决。大力呀，大力解决。来来就麻烦了，不要来是对的。一千多人，一千多，一千两百八，也共力的。慢慢看，慢慢看。哎呀，六十分钟一点钟了。就来跑上来，最后一段，最后从五百，啊，哒哒哩哒哩哩哒哩哩哒，哒哒哩哒哩，秀兰哟，第一名，耶 ，seven， 慢慢来，我这个礼拜的楼梯我都走光，我看到就好了。秀爷，走得了，猛猛的，猛猛，第二名，第二名，厉害吧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从来没有过的，
啊，不错不错。今天第一个人还白啊？木塔上。木塔上啊。上来啊，该瀑布到真山，下一次再来去啊。那口音都喊了，甜到我心耶。要动火啊！要笑，不能够愁眉苦脸。俺露营，俺露营，俺露营，要跟搞你们。三趟就值得了。哎，你安全了哈，还闯了个。龙姐，他妈对着干啥？扒衣裳，他准备扒衣裳。啊！看到救兵脚就软了。用个毛，毛嘞嘛，毛紧嘞啊！毛嘞，喂，爸妈，来，我盖背包搬下来。喂啊，喂啊，喂啊，不用啊。是喘不过气。真他妈冷嘞！现在是脸色惨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爬山爬到什么顶点去了？真他妈冷嘞！啊！拍照要走快点。拍照的时候精神要好一点哈。还是到了。到了，再上去黑啊。另外白汉是懂的了。黑啊。没有啦，就摸俩事呀。今天上去就去。好，那就结束了。这小多多也不成继续了。又超多了呀。超有。有啊。有够有够。有够啊。哈哈哈哈哈！照我们的狼狈相。现在哈、啊、走路像九十岁的阿嬷。要笑。要笑。你要慢慢喊呀，提干部啊，你就一口气闯一下。那是因为你真的想健身呢。哎，你一喊你就嘿嘿滚那呢，膝盖会不会受伤？上不会，下会。下真的很伤膝盖。等下你去那边有没有？他一开始会帮你介绍，然后他会安排你做。你们的时差也有水果。挨没问题，挨吃。我睡得。遇到一个山东的，那个福特，福特山东一米六。我觉得下比较吃力的，上是个好位置。山东就比较省油了。对啊，上比较好吃。对。其实在后面就像跟人看的一样，就是那种蒙蒙的。对。现在太阳在上面了。这帽子是八点。这睡起来很舒服哦。休息一下下，脚上一下。看见人家这么高的吗？对，对呀，因为我们吃那个饼干，用人家就是长牛奶的，对的呀。哎呀，也好，很多甜食啊。终于吃完了，听到杨妈妈吗？嗯。哪个被关哪楼啊？关云楼。盖咖啡厅了、啊，这叫雪霸农场的。对呀、啊，对上届盖郁金，哎妈，盖绣球花，还有牡丹。牡丹哪、啊、个过完年那些牡丹花？有二两银啊！哎，你马上把我花送来了，龙袍花，好，你先去。这是铁果实的吧？哎，哥，难道对？白子莲哦，在侧脖。白子莲哦，那他回去想侧脖。侧脖。侧脖。你想白子莲啊？那侧脖会讲介两棵柏树啊？对啊。你把侧脖是带两棵柏树？没错啊。跟你我没标啊。
会孕育出很特别的气候，因为以台湾的海拔来讲，老实讲，这边一年四季都15度，平均温度15度，算是温带。好，那这个水果哪里有？在这边带水果，所以说其实台湾也可以试着这种状态。好，因为他当时希望可以提供给国人一个蜜月期的选择。好，在当时这个特别的情况下，好，好。上来啦！恭喜各位，恭喜各位，等吧。这个海拔是1922，说个天天就算了。下一回我们再来。好，来一个来，一个来，一边往左，一边往右。往往往左。耶！啊！哎呀！我老公还没出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，我录下去好了。什么蚊子这里啊？很多小虫子。你小朋友，你干的是狗屎？狗屎，狗屎，狗屎。关键你来拍拍掌，我们欢聚在一旁，你也轻轻唱，我也拍拍掌，欢乐歌声最悠扬。今朝我们相聚是最高兴的事，是憨狗该到了，人家来了，到了。在点播呀，妈呀！拍响四方，歌声满心扬。